行了，闭嘴吧，开好你的车。咪咪过来，咪咪，你这么晚了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这么重呀？你看，好吃的。车祸未能出席发布会，而之后不久，易涵的经纪团队发表声明，目前易涵还在住院观察，出于对他的健康考虑，有可能退出电影拍摄。此前一直成谜的导演人选在当天揭晓，他就是近年来获奖无数的新锐导演林天诺。首先呢，这个剧本我很喜欢，其次呢，里面的女性角色也很吸引我，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。那冒昧的问一下，你的初恋现在身在何处呢？你们还有再联系吗？那据悉，这一部戏呢，早期男主角定下来是由易涵来出演的。那这次呢，也是因为车祸意外退出了演出。那错过这样一个好演员，你会觉得遗憾吗？什么时候才能买回我跟妈妈住过的老宅啊？裴小姐，就按你说的，咱们明天晚上签约。不然你就把你那10%的提成退回来，然后立马卷铺盖走人。小倩倩，看来我们要在这里再住一阵子。这件事呢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以后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坎迪姐应该认识任子舒。明天去医院找他帮忙吧。碰我！哎呀，来嘛！今儿给我回家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啊！走